你这一念妙人在哪里？这一念妙人现前之时，一定没有离开世间嘛？一定不会离开世间，因为觉性的妙人，既然讲到能字之时，就是入世之时，入到世间之时，起生一切感受的当下，所以叫慧能严复本观泛养。师父现在讲的是祖师，他讲的他叙述他的过去的这个行有宗脉。但是他直指就是，其实你仔细思维，慧能严复的意思就告诉你，严者是什么？严者就是教敕，教命者严，受命者复。念念之间，你心中尊崇的那是严，这尊崇就是你继承的，那是严。复者是什么？受命者复，受教授的受，受命，命者复。大觉心体的最初的教授受命。就是让你去成就一切入世的智慧，那是最初的教授，所以教授者叫受命者父，那就是慧能严父。我们自心中的慧能的严父，他也本观泛养。为什么本观泛养？泛者就是法也，法。这个泛字啊，在中国字上来讲就是法也，法什么？法大觉的最初的初照。大觉的最初的初照就是阳啊，就是阳，所以本观泛阳。你将来要参这念慧能，你要看到每一个觉心，在每一个感受当前，你那个念念教授、念念传授如是命脉的那一念心，命脉就是在感受上面它可以延续的那一念心，它本来是法一切大觉的清明，那是泛阳，叫本观泛阳。左将。流于岭南，左字啊，从一个工字旁，工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造作。左将，左字就是在中国的佛法之中，右叫正转，左就是逆行。逆行是什么意思？逆行就是你看到的是背觉而驰，就是逆行。那如何说背觉？就是做工作的工。功叫坐相，就是你明明是你本来泛阳的心中的清明，本来就是你能够入世大照的清明，但是你却堕在如是造作之中，然后念念顺下，念念顺什么下？顺因缘感受而下，那叫左将。过去讲左将是真的就是犯了错误，叫左将。但是刚好中国的过去的这个传统上的文字啊，你仔细思维，有的时候它还都不离众生心性，所以一些文字的排列，一些文字最初，那其实都是你心中的作用。然后现在世间，现成世间以后，你发现它就是用如是的作用，如是的文字做世间的种种规矩。所以左将流于岭南，那念心就顺如是世音，顺如是的感觉之中流出。流语就流放，流浪，哎，叫流放，流放，岭南。什么叫做岭？岭字从一个山，从一个山，从一个领悟的领，那个山就是什么？各起山头，起成种种风起啊，烽烟别起，就是山。然后做种种领悟，南字啊，就是下也，南为下，就是从岭中一直不断的向下。而堕顺下而去，叫左将流于岭南，做忻州百姓，做忻州王，就是忻者就是万化，百姓就是众生，作者就是什么？作者就是任运，做忻州百姓，忻州忻字啊叫万化，百姓就叫众生，从这些话语之中慢慢看到自信。你也发现那一念心，最初的严父，他一定籍贯泛阳，然后就随着造作的感受里面，你念念流于，从此流放于岭南，岭南就是什么？感受的最末梢，分别的最末梢。所以这个岭南在六祖坛经里面，岭南在五祖教它叫什么？阁僚，对吧？就是已经明明是觉，你却堕在感受。
都在感受这种语音都不正了，语音都不正就是你所体会的，你所以领纳的就已经偏了，所以这个领字有领纳的意思，语音都不正，所以都是隔僚，从此以后叫做住到蛮荒，都入到蛮荒去了。你内念心也是这样的流浪的，流于岭南的。你要不懂得内念心，你也听不懂慧能祖师跟你讲的最初心有，你连最初的心中的迹象都不懂，你又如何去体会得出六祖碰到五祖说我来成佛，是吧？五祖问他葛僚如何成佛，你要看到内念心本来的信用，本来的根本的，你看他入到世间的行持，你看他心中他入到世间的根本的现象，那叫明白行有。你从大觉心体的明白的行有里面，你将来才能顺此行有，念念正的如是觉心。怎么叫顺此行有？你明白觉心就是如此吗？觉心现前的时候就是感受，感受现前的时候就好像本观泛扬，但是本观泛扬的感受里面，它就一直不断的左降流于岭南，一直流放下去。那流放下去似乎就变成了什么？再喜说喜，再怒说怒，再好说好，再坏说坏，随着这个缘起的变化做新州百姓，都在这做新州百姓。你明白这些道理时，不叫你坏一法，不要你避开任何一项，你就在这些道理之中。当下你看到决心是这样子，如是顺下而去的，但是如是顺下而去的决心的作用，你都知道其实就是什么，就是觉体的本来，就是觉体的本来的它的现象。你当下就叫回头，是吧？当下就叫回头。